闯天堂加温泉蛋的好手抢机票。那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我们工作人员正在如火如荼的用这个什么呢？盘子啦，这就是我们的 B 点。那等一下的活动开始的时候呢，主持人会先请参赛者在台上做定位，然后呢下达活动开始，我们基本上是计时2分钟。比赛的朋友需要由 A 可以开始吃，那么过程里面是可以搭配喝牛奶或是搭配喝豆浆的。你要先吃温泉蛋，再搭配喝我们的牛奶或豆浆都可以，或是一边吃一边喝也可以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想两位 show girl 呢已经出现在我的前方了。重点要做什么呢？相信比赛的朋友很紧张，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们也很期待。熊猪咬爱好班的启明比用广告，哎呀，这个游戏这个 game 到底要怎么玩，玩才能够第一名，把日本东京来回机票带回去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掌声鼓励，请我们的 show girl 为我们来示范一下。爱听听到夹温泉蛋是用夹的，不能用搓的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 show girl 呢，两位真的要 PK 哦。好，来，真的 PK 给我们从 A 点夹到 B 点来看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有请掌声。哎，大家开心这里啊，哦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我们模拟他是有走健康步道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就顺顺的给他走过来，走到我们的媒体记者前面，朋友这边来。好，我们假设，哇，两个人好紧张，好紧张。然后呢 ，PK 哦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蛋呢，一定三颗，假设这是最后一颗蛋，第三颗蛋捡好了之后要吃。哦，吃的时候呢，对，就在吃的时候，有的人呢就会一边吃一边喝牛奶，或是一边吃一边喝豆浆。啊，我当时规定三两口这样，哦，蛋零配。然后我们是不是也试一下？试一下，一位拿豆浆，一位拿牛奶，哈，哦。啊，你们捡冰加捡冰立马在，好，哦，记得要一边喝一边吃也可以。那有的人为了要抢快，全部吃完再喝也可以，要全部喝完再吃也可以。好，那么呢，刚才重点呢？我们呢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。那么等一下呢，请我们的五位参赛者就定位的时候，主持人还有一些提醒要提醒大家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假设呢，这两位分别都是第二名跟第三名，哎，好，第一名要给出牌嘛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么示范的差不多了，那请我们两位美女啊，以从容不迫的精神，帮我们把温泉蛋再给它夹回去，好，哦，一样哦，好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参赛的朋友们，温泉蛋是夹过来，不用再夹回去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两位 show girl 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是不是他也在旁边可以做辅导啊？各站左右两边。好，现场五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